嗨，大家，我是小妹。我老公今天要出远门了，他又不带我去，然后他衣服还要我帮他收拾。哦，你不帮我收拾，谁帮我收拾？那娶老婆来干嘛的？我娶老公来帮你，娶老婆来帮你收衣服了了，真的是。我跟你说，你去到那边，你不注意一点了。哎呀，知道的啦。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几十岁的人了，这点还要你交代哦？别看美女哦，那边美女可多哦，那边盛产美女哦，我跟你说。那是哦，四川的美女成多了哦，很漂亮的哦。对啊，你不准看哦。那我戴个墨镜去，是吧？我跟你讲，你去到那边，你自己要注意安全。懂了没有？还有就是，知道的啦。要注意休息。得了，呀，哪这么多话哦？快点把我收拾，等一下出去了，还要去做核酸。你自己看一下，你可能过去那边你要买两套衣服，因为我方便了，就是这几件。这些便宜衣服倒是。去那边看到合适就买了，不合适就不买了。那样子穿出去，人家说男人的衣服是女人的脸面，你懂了没有？我也想穿好的。你要穿的脏不拉几的，人家说你找个老婆干什么？啊，你不如单身好啦。我这衣服都没有人帮你洗得干干净净，帮你买。我这几件衣服不好吗？我懒得理你。哎呀，这件白色很不好看，不拿。不好看不拿了，但是你不去。还有黑色的吗？我还有吗？抓，还有那个。牙刷一样拿。那个大的，那里还牙刷。那里我看。在那个后面，来一个。这不是牙刷吗？来一个就可以了吗？这里面还有洗发水。这个是看到没有？这是洗发水，这是沐浴露。看到没有？还是我老婆想的周到。你还叫我姐，我哪知道？然后，毛巾没拿，毛巾。拿一次性毛巾。哎，怎么重？这麻烦是吧？我没找到就拿这条嘛。啊？一次性毛巾方便一点，你太懒了。还是有老婆好啊！我觉得就拿这条可以了。哎，这里，哎呀，这里只有两颗。衣服叠得好好的。哎，我再找几套衣服拿个这么大的箱子去。可以啊，你等一下。坐飞机都要拿箱子才像坐飞机。那你帮叠这些，你都不动手了。袜子也拿，你这服务也太好了吧。你这个是新的袜子，这个薄一点的。这个箱子刚刚好装几件衣服啊。那里有一袋，拿这一袋，我去年时买的还没穿过呢。袜子，1块钱一双，这个可以穿很久了。接好了没有嘛？你别催我。等一下没时间，我怕赶不到时间。你别催我。我想想还要拿什么？没有了吧？再拿都拿不动，超重了，不给上飞机的麻烦。怎么可能？得了，不捡了，够了。身份证那个我兜着呗。终于捡好了，看到没有？拿了一个皮箱。来，准备出发了。先去弄了那个核酸，弄了核酸就直接上市里面去了。提前一晚上去，
他坐不到飞机。在那边要注意安全。知道知道知道，不要那么啰嗦，可以了吧？对啊，记得到给我打电话。不敢。你敢？你试一下。走走走。真的是很久没有这样子分开了，有点不适合。我老公今天去四川，然后他现在是去买车票了，我在这里等他，因为我没有检测核酸，所以不能进去，就是只能到这里等。我说我想跟他去，他又不要我去。其实只是觉得很少这样子两个人分开，这么分开，然后就又离得比较远嘛，所以就多多少少也有点心里面也有点不舒服，想坐他的小尾巴，他又不给去，不过嘞也不方便去。他提的这个箱子还是我花，好像是花40块钱买的。就这里等一下他。好热，这么久买个票这么久吗？累死了啊，太晒了。我这么久买到了没？拿到了。那我准备走了吧，到时会不会想我？不想。哎呀，到时会要你去的，去哪里带你去？你不信？不信算了。车还有10多分钟要走了，那我先进去先了。安全。省着的话，这1000块钱。这么大方啦！你在家里面不要用啊，是不是嘛？好吧，那我也用不了这么多啊。那要不然你这700块钱在路上花？来了，得了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了。那你在路上不要花吗？我还要。你带一点钱在身上好一点。得了，不用了不用。哎，不对，你怎么又有钱呢？你又尝试吗你？我问他们拿的借的。那你逗吧。得了，那你用嘛，到时哎呀，到时拿着去，不用送我了吗？哎，我送你了。不用了。叫他拿几百块钱在路上花，他又不用。这是不知道去多久啦，不过走的时候知道留一点钱给我，留1000块钱给我。哎，心里有点空，好空啊。不知道你们老公或者是老婆去出差呀，或者是去别的地方打工啊，或者去干嘛的，就是分开，就是你们心里面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心里面空落落的或者是怎样。不过也是没办法，夫妻就是这样子的嘛。生活也就是这样。不过生活就是每天笑一笑，苦也是一天，笑也是一天，反正开开心心的过吧。等一下晚一点呢，打个电话给他，看他是否安全到达。不跟大家说了，我也准备回去了，回去，等一下下雨了。